从来不同啊，疼不疼？你别乱叫，疼不疼？这边的全部要剪掉了，是吧？对，它这一块都是在肉里这撑着，所以说它下面就很大个口子，已经被指甲扎的，疼不疼？好了，那是舒服多了吧？已经拿出来了，我知道拿出来，但是我感觉没有拿出来一样啊。啊哈，这不是舒服了吗？还疼吗？就舒服多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些都烂得很厉害，是吧？这反正不是我的，疼啊不疼啊，都完事了已经。做个样子，做个样子也有个仪式感是吧？对呀。这里面是不是还有龙是意思这个吗？龙现在它已经过了化脓的阶段，它已经现在是属于溃烂。溃烂啊？对。疼啊？不疼，没什么感觉。溃烂了、啊。所以说它才长这个肉疙瘩吗？才长这个息肉。看手机看见吗？你看这个伤口很大一个，哦，看着吗？疼，我没看见，你没看见？是很大，是啊，是很大，是很大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时候能休息？就回去泡药就行了呗，就这个药给你，这个药给你暂时先开4天呢，4天之后然后再过来复查一下。好。嗯。天不好要开学了。
他这个开学让重新踩下更难受。好，换你泡一会。